家好，今天呢，又出来走走啊。现在出来都一定要戴口罩，然后注意这个人安全的防护。然后有时候呢，我出来会戴两层口罩了，只是说现在探索只有一个人，戴一层口罩就可以了。那我今天呢，是来到这个三峡立峰煤矿这边。这个地方呢，我很多年前啊，很多年前我有来过。然后这个地方现在变很多，像现在这个凉亭呢，现在这个凉亭以前是没有的，是之后再建的。然后以前在这边我是来探索，探索这个植物，那个碳化那个化石，也就是在煤块里面那个煤层里面，有时候你把它敲开，会有那个植物，植物叶子啊，或者是植物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怎么讲根啊、茎啊，各种的纹理，那也可以来做一个观察。那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也许可以找到树脂。树脂就是怎么讲，它算是千百万年后大家都会称为它为琥珀，那在台湾比较少有这种东西的。那以前我探索这个矿坑，当然没有很花很多时间在做这方面的探索，只是说有遇到矿坑的话，我会稍微看一下，看看当地，他们那个煤块里面有没有东西，有没有植物碳化石啊，然后有没有算是树脂啊、琥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这边三峡立峰煤矿这边，来做一点简单的探索，简单的参观，走吧。这里呢，就是往立峰煤矿的一个入口。那以前呢，没有这个入口了，这是之后才弄的。其实这边呢，我前一两天呢，我有来这边稍微看过，但是我来的时候，因为已经超过五点了。天色，之后就很快就有点暗了，然后也不容易探索。然后以前呢，我来这个地方呢，好吧，先看一下这里好了，先看这个，这以前的这个矿坑的这种算办公室、事务所之类的。因为说真的，我对矿场，我不熟啦。那以前会来这种地方，也就是说要找化石嘛。找植物的一些碳化石，甚至想说来看看，能不能找到琥珀，但是从来没找到过。哎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打雷了，打雷，然后那个地方我之前来看景的时候，有这个有人在那边，算是有人在那边，我以为是种菜，但是我刚才，仔细看了一下，好像是种茶叶。所以呢，来这边探索的人，你要找这个地上的一些煤块，看有没有叶子的那硬膜化石是 OK 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做人，不要白目，像这个人家在种这个有没有，这个种这个好像茶叶吧，你不要来这边，给他乱采。你看这边就是人家的这个种植范围，你乱挖乱采，你下次来啊，人家就报警了，然后别人来也没有办法探索，因为你害的。所以我们做人，这个玩归玩，兴趣归兴趣，那有些规矩，一定要注意，不要随便踩到人家的作物了。像这个地方呢，就很多有没有煤块，煤块。那这种煤块有的你把它剥开，它会有黑黑的那个像草，有没有草的那种硬膜啦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，因为我之前来看景的时候有发现一块叶子化石，就这里叶子化石。然后我之前问它本来是一块是这样好好的，就拿一拿，哇，不断的裂开啊，这质地很差，
然后这是一片叶子，我有上一点瞬间胶，可是呢，我觉得它还是很脆弱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里。然后当天呢，前一两天，因为这天色很暗啊，看不太清楚，我就没有再继续找了。这个就是单纯哈，单纯的煤块啦，煤块。然后今天呢，今天天气其实还蛮热的。待会哈，我们就进去稍微看一下那里面的一个设施。然后呢，哎呦，那个地方呢也有老房子哦，这个。应该是以前都跟这边矿场有关系的吧？也许以前，这边矿工啊，他也许住家就住附近了。那边有一个，这个老房子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其实呢，来这种地方呢，可以有很多主题啦。你可以谈它的历史，可以谈它的建筑，然后呢，也可以谈它的这边的这个煤矿哦，谈它的一个碳化化石之类的。很多啦，就是看你自己知道什么，我就可以当作一个主题来这个做探讨，哦，做分享。哦，这个已经算木化石啦，碳木化，有没有？它有纹路，有没有？有纤维的纹路，哦，一整块这样。这种应该不能烧啦，哦，算是我是把它归类为碳木化，已经算是木化石的一种了。我发现这个像泥岩的东西有没有？这是植物，哦，植物碳化，哦，碳化卡在里面。像这种都没有什么收藏价值啊，品相太差了。然后如果这种这个比较硬一点，如果里面有卡叶子，漂亮一点的话就好了。哇，像这个。裂掉了，惨，有没有？植物碳化，品相很差。这边都是啊，然后这个人家的这个茶叶哈，不要踩到。这个质地比较好，哦，还是裂了。哦，这一块植物的纤维很明显，有没有？哦，哦，碳化石，就这样了，丑丑的，哦，没有什么收藏价值。但是你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，你说。想说啊，收藏一点关于这边哦煤矿的一个代表性哈、哦，代表性的标本，那你当然就可以收藏了。哇，这里哦很明显，有没有？这是植物的纤维，它碳化了。哦，一丝一丝的，这像草吧？哦，沾水后观察就是这个样子。完全哦，我完全不想采集，没有兴趣。这也是一些煤炭啊，碳化的东西。好了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我简单这样看一下就好了，因为要找到很多好东西哈、哦，不太容易。我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里，因为想说哈、哦，去那边事务所那边看一看。不知道从哪边开始看起，从前面看好了啦。如果是我之前的拍摄哈，主题大概这样就要结束了。但是既然有这个建筑啊、废墟啊，可以观察，就稍微看一下吧。哦，有点像那种什么什么的这种探险这样。哦，废墟探险，这边就是厕所了。
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还有在使用，应该这里荒废蛮久了。这里面不知道是做什么的。肥料吗？不太清楚。然后来到这种地方，就是要注意安全啊，然后有时候不要乱讲话。那不要乱讲话的原因是，有时候你把人家的地方讲得太难听，你就有事情。很多就是讲一讲，你看就看。参观就参观，那乱讲话人家不高兴，就会有问题。以前呢我也没有来过这里的，那这应该说真的，我对于这种矿坑这个完全不懂，完全不清楚。再稍微看一下好了。这有楼梯可以上去。哇，好久哦，这个好久以前的海报了。这边可能是柱子吧，柱子这个打下来在这里，难不成是烟囱吗？不清楚，完全不清楚。这边基本上都是弄得干干净净的啦，那边不知道做什么。这边有可能是厨房哦。这个灶有没有很传统的这种？下面要生火。这个灶，煮菜的地方。这边应该是火房吧。上面呢就是马路啦，外面就可以看到这里了。所以如果有人要下来，就可以从这里一来，可以走到这边来。这里不知道做什么，反正呢都不知道了。我对这个完全不熟，第一次来这边呢。真大，哇，一下子呢就可以通到外面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这边就是立丰煤矿，立丰煤矿，往前面走是满月园了，这个有一个公车站牌叫立丰煤矿。然后你这边呢，往前走，从那边一直下去，
就可以到达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下面。那下面就很多一些煤块，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观察。哦，这边很多椰子树啊，很大，这个应该种很久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从这边下去看看，因为我刚来在下面的时候发现那边有老房子，反正来这边呢就走走看看，看看有什么东西这样。看看这边的土质，有的是跟下面有点像，难不成这山壁里也是有一些煤层吗？这里也是一间哦废弃的老房子，废墟啊。那间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是不是国小，感觉有点像，不过有这样的国小太小间了哈，非常小间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不知道什么植物啊，哎呦，你看，好恐怖的洞穴，好像是从那边哦山壁那边抽水过来，然后大家他们要去灌溉哦，做灌溉用。所以呢，这边也是可以走了哦。我刚才就在那边探索。然后这边人家已经在种茶叶啦，哦，种茶叶啦，里面还是有一些煤块啦，可以看到一些煤块，但是这边哦没什么好采的，哦，植物的那种哦碳化硬膜很差，所以呢来这边呢，哦也不要随便人家乱挖乱弄，乱搞这样之后会出事。有一间废弃老屋，这是人去楼空哈，人去楼空，往日荣景不在。这个地方应该是跟矿坑的兴起跟没落哈有关系的。那这个其实这边都有，这一整片，基本上这一整片都是这种类似泥岩的东西，还有一些碳化的东西。煤炭啊，煤块啦，我去那里看一下好了，反正来都已经来了。那来这边最好的发现就是，一开始所看的那片叶子，一片叶子啊，那边就有人住了，人家的住家了。好了，这样的话我就不过去了，不要去打扰人家。没什么东西啦，这个了不起就一些煤块，质地都很差。好吧，那今天呢就分享到这了，祝福大家，诸事顺利，身体健康，拜拜。